大家好，我是老田啊。今天和我这个表哥表弟还有表妹两个美女过来吃那个烧烤来了。我怎么办？啊，拿凳子过来吧。这是红薯粉吧？不知道。熟瓜，我是第一份。是那个？不是。吃的多才长得高，长得大，知不知道？真的，吃多一点才长得高，就像慢慢的吃。先吃一口试试。细嚼慢咽啊，细嚼慢咽，好好吃。好辣呀！哦，对，都是辣的。没关系，吃点辣椒，喝水呀。来，干杯！我这个螺丝还可以。爸爸，你喝酒是不是别喝醉了？还有一个白白别喝醉了。这个司机没喝就可以。无情无情司机。喝醉了，我打人。好的，打人呀。那给他倒杯饮料啊，我有他喝酒。我表弟啊。他喝那个牛栏山饮料。你爸爸喝醉了，我打你啊！这不能喝。我今天过来喝醉了。你看，我这个是千杯不醉。再说光了，再说你这样的。如果母亲喝醉了的话，那可是他咋的？他咋的？那可是无情的。那是无情的。难怪无情叔叔，无情叔叔成为无情叔叔。他没感情啊！他没感情，一些都不有。无情叔叔居然会笑，这代表。啊，你那个有关系啊？哎，那个有。那么硬筋，你觉得啊？硬筋，是吧？硬筋，一个劲，我拉的很嘞，非常好。我感觉拉的很，把你多些少啊？你们那个都拉不拉？肯定要拉麻烦的。上拉怎么跟上？拉哦，他不拉那个，拉打不稳操。你没枪打过一毛钱啦？没得把白粉抢了，没有粉抢，没有。我这个，明天我给你搞个螺蛳粉，好吧？螺蛳粉可以行。吴京叔叔，你换个称号吧，让别人就不觉得你无情了。那铁手啊，有情叔叔。啊，对，有情叔叔。烤馒头是小鱼的那种。他学校可能的，馒头反正这都是我。卖的嘛，家姐妹我也一半都没吃了。咋穿？不是水，不是水，好像是。这个三百块钱，对呀，啊，非常好，兄弟。三毛烤肉，你老爸吃。你看一下这个鸡翅烤的金黄金黄的，尤其他撒上这个孜然粉跟这个葱花，这个味道就出来了，我跟你说。这你看我咬一口。我那个表妹不吃，在这里看，来流口水的，你看。真香吗？吃这个鸡翅啊，你不能大口大口的吃，你要细嚼慢咽，慢慢的来，你吃一口，慢慢的这个香味啊，慢慢的香，回味无穷啊，在那喉咙里面都是香味。不是说细嚼慢咽没有味道？你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，人家就是烤出了鸡翅，这个叫鸡翅，这个叫精髓的啊。好了，吃好了，回去了，没吃完嘞。吃不完了。吃了多少钱？300多。走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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